7月29日，刘涛通过微博晒在健身房的搞笑视频，分享他的微博故事。视频中，刘涛将头发盘起来，身穿白色吊带上衣，手抓住健身器材，在空中一上一下锻炼手臂肌肉，看上去十分的卖力，迷人性感的背部诱惑十足。但是镜头拉开，看到的跟刚才的完全两样，原来是教练在作弊。教练双手抱住刘涛的腿，随着节奏将他举高，画面十分的逗趣。此搞笑视频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社会我涛姐，看开始没想到结局，一个月后教练的身材越来越好了，看到后来很释然。”日前，刘涛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的素颜健身自拍，配文：“早上打卡，开工。”只见照片里的刘涛元气满满，宛若少女。你看看刘涛大汗淋漓的样子，这是纯素颜，果然是运动让人年轻。